妹妹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讲？简单一句。穿线就要五分钟，担心妈做裁缝，养四女儿。谢谢妈妈把我们手机养那么大。谢谢你。罹患白化症的单亲妈妈李秋敏，三年多前为了躲避酗酒家暴的丈夫，带着四名还在就学中的女儿逃家。我妈妈就跟她穷哎，就一个人从台南带着我们四个来，然后完全就是身上是，能说没有一毛钱，完全是。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整个就只有四面墙。即使落脚处家徒四壁，勇敢的秋敏妈妈也没再怕。求职四处碰壁后，她重拾裁缝的手艺，一针一线，手缝提带，布偶为生。穿线，穿线比较那洞太小，我在穿线要花一点时间。最久穿一次线要多久的时间？几分钟？五分钟以上吧。机器比较快，然后那个手缝的话又更吃力。买不起一万多元缝纫机的他，昨天总算获赠母亲节礼物圆梦。梦想多久了？应该从年轻开始了吧？对，应该是说从年轻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有学过。迫不及待的立刻上机示范裁缝的功夫。他最希望缝的是爱情牌衣服。有缝纫机的心情怎么样？如果说小孩子衣服破了的话，嘿，我自己可以缝。我要给我印象是我必须要独立，我必须要独立自己去面对所有东西。最开心的都看他们平平安安长大。东新闻慈母手中线报道。